市长黄伟泰、体育处副处长王水文、立委林怡景，甲侪侪贵宾做伙同土之下，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二期工程就正式开工，总计划经费19亿元，专案预计112年底完工，将会是全国上完整、上全面的棒球比赛甲训练的复合式棒球训练场地。我们的主球场是25000席，完成的话是我们全国席位最大的一个。棒球场，我们木球场有3000个席位，另外我们有2个训练场地，同时呢还有一个投打的这个训练场地。这次第二期主要是承办，其中包括容纳25000人的主球场，还容纳有3000人看台的副球场，基本上两个球场都是国际标准。将来台南棒球场如果落成之后，在2023年年底，如果能够完成之后，将是台湾最好的一个，最新最好的一个球场，我们热切期待。但市长黄伟泰表示，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的建立，就是希望大家来维护好的棒球能量，将台南的棒球水准持续提升。未来透过比赛邀请国外球队来这训练等等，把台南推上国际，让棒球城市在国际发光发热。南天新闻，萧炳兴，安南采访报道。